请看一下我跟老师中间这个，这真的可以自己 DIY。老师，我们大概需要准备哪些的材料？我们一样是用木盒，木盒就可以做了。选三个木盒。那这个木盒是买现成的吗？还是有什么可以取代？这个可能就是要用现成的。如果我们用纸盒的话，因为它支撑力可能有点不够，然后再买一个 size 小一点的木盒。小一点的木盒。对，到时候我们把它放进来做下面抽屉的部分。哦 ，OK。然后我们先来做上面夹层的部分，就是上面的这一块。对，上面的这一块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这个两个木盒到时候会是做这样子的层。那我们现在先帮它两边做一个边，主要是因为它这边有一个洞啦，是，还有就是我们到时候锁门片要做支撑，所以我们要用飞机木，这个飞机木也是书店就买得到的飞机木，然后我们就来量旁边的这个距离。好，那量的时候其实只要把我们这个木片放进来，一般会刚刚好，差不多呢，对，刚刚好，一般书店都是卖这样子的 size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做一个量好，做一个记号，然后我会用刀子。用刀子直接这样轻轻的画一个记号下来，然后两面都要，两面都画记号，两面都画，因为等一下我们比较好割，割吗？还是我可以劈断它？别用割的，我们切面要漂亮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割的时候，刚刚已经有一个记号了，对，我们就把尺压在那个记号的旁边，然后这个时候就可能大家花点耐心，就是。它要割很多层，对，其实这个品质比较不齐全，有时候会比较硬，木头塞比较多。那如果比较硬的话，你割了几刀发现很硬，你就反过来。然后刚刚的那个很上下一起，这样比较快，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。对，然后这样子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很轻易的塞进来。是。好，塞进来以后，它这个会有一个木头边。对。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修饰。Okay. 我之前的作品是用广告颜料哦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对，这是直接用颜料直接在旁边涂边。对，那如果你要再讲究一点、更仔细一点的话呢，老师现在来做示范，对，是把它包布边呐。对，我们来贴一块布在这个上面。是，好。那我们贴的时候，我们选一块你喜欢的布料。好，我们不用全部贴，我们贴上面就好，因为它的洞口就在上面。其实贴的这个方式就跟之前一样，用订书机就可以了。因为飞机木非常的轻薄，所以订书机一样就是用钉枪的方式把它钉进去。那我们也是贴一个双面胶在这个布的后面，最主要只是做加强而已。是，好，我们把它贴进来。好，然后这样。这个一样，订书机再把它四个角订一下，对，把它订一下，轻轻压，然后再把它用力贴下去就可以了。飞机木，对，飞机木，这样就成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它就是这样子，对，这样子贴进去，这个上面的布我们弄好了，放进去，你看是不是刚刚好 ？OK。那我们一样做四片，我们事先已经把它先做好了四片，我们来做粘贴的动作。好，粘贴的部分也是一样。我们用这个透明的胶，是尽量选透明的，因为我们到时候可能会不小心涂出啊，我们再用棉花棒把它轻轻轻轻就可以了。那贴的时候也是稍微注意，就是把上面哦，对，然后还有下面，下面的部分，平均的啊抹一点胶，把它抹上去。对，这个。上去等它干了就非常快，所以我们要等它干吗？还是直接粘？不用，这个透明的直接粘就可以了。那我来粘好了。好，应该就粘上去就好了，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把它压贴粘上去。好，然后看有没有多余的残胶跑出来。哎，有哎，有。那这边有一个棉花棒，对，我们就把它稍微这样把它涂掉。OK。对。让它没有看到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让它稍微这样固定住。对。好的，好，下来动作就是把这两个贴起来。那我建议大家其实用强力胶就可以了。但是它粘有一个技巧，我们这边教大家，好，两面都要涂上去，不要两面都要涂，对，不要只涂一面，然后把强力胶挤出来，然后我们在抹的时候，我们找一片这个。文件夹把它剪下来一片薄薄的，就是做磨刀，或是用不要的信用卡或是会员卡、贵宾卡，我们都可以。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这样子磨一磨，磨的时候注意不要像这样子，整个都把它磨到剩下这样薄薄的，这样不够，这样不够，你至少让它有一点厚度，不要太薄，有的人就是不要太用力把它刮掉，全部都刮掉就不够胶。这样它才可以均匀的粘住。对，然后就把它放过来。那不够，我们就再再加嘛。在推匀的过程当中呢，待会我们下一个步骤是要做门的部分哦。老师准备的是相框，对，木头相框。好，我们就先把这个都把它拆掉。拆掉的时候，这个板不要丢掉哦。这个还有用途啊。后面我们如果有作品的话，还可以利用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锁这个旁边的这个弹簧片的部分。我们做的时候，我们它有一个。
一个凸起来的地方，对，凸的地方是朝外面，嗯哼，所以我们平的朝上把它扣在这个边边，这样把它扣上去，对，把它扣上去，好，然后螺丝，嗯，螺丝要把它锁上去之前，嗯，一般的我们螺丝其实都有点磁性啊，大家都可能比较清楚，嗯、对，然后我们。把它往下来一点点，因为它这边会让它有一点距离，因为它这个相框有一个他们钉的钉枪，嗯，我们错开它那个钉枪铁件的部分，所以你就把那个凸起来的地方靠在那个木头，对，靠着边边这样子，然后把它戳一下，哦，让它有那个钻的孔，有一个洞，施力点，对。然后就把它锁进去，不要锁到底，这样子比较好做调整。如果我们有一些不小心锁歪了，像我们的洞有时候对歪了，然后我们还没到底的时候，还有机会，还可以再救。对，还有机会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胶，好像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就是我们这样摸，都还好，不粘呢。对，这个时候我这样摸是完全不粘呢。对，那我们就要赶快趁时间把它对齐。OK， 把它贴上去。有，这有对到，有对到哈。有压压。好像这样就好了，啊？对，这样就好了，就很快速。这样够安了吗？够紧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哇塞！门的部分我们就可以把它锁上来。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啊，我去找材料的时候，有一些不是那么的，就是刚刚好。是。所以我这边的话，我们为了让它的东西美观，所以我们尽量靠上面。靠上面。靠上面。靠近上面的边缘。对，因为我们这样视觉上面才是美观。是。那我们下面露出来的部分没关系，我们再用其他的修饰的东西把它修饰掉。OK。好，我们把它放过来。好。好，然后我们在锁的时候，我们用这种方式来锁它。嗯哼。好。那靠上面。靠上面。好。这样子把门固定。对，这样子把门固定。我们先固定一个视野好了。对。也是一样，往下戳。嗯哼。转转。等一下，我们四个门片都转上去。这一对的门有没有都已经装好了？然后我们连下面的第三个空间也把它设定进去了。所以这样子基本上雏形应该完成了吧？对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接下来做什么动作呢？接下来我们就做修饰的部分。下面可能会有多漏一些不够的空间，是。所以我会再找一条飞机木。好，好，然后就是把这边贴上去。哦。这样子就可以把下面这个屁股的地方把它包遮住了。好，这个部分就是用刚刚的这种透明的。嗯哼，因为这个比较快。好的，好，然后直接把它贴上去，这样粘上去就好了。对，就但这个抽屉的部分，我们要做一个修饰，一样，我们也是用飞机木，然后我们选了刚刚一个比较小的抽屉。是，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花色很喜欢，就不用去修饰它。是，那如果想要有一个一体性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先把它裁一个一模一样的飞机木。哦，你的一体性就是跟我们刚刚那个爱心旁边我们做的那个。这边做一些配色，对，这个呢一样就是它的四个角我们要先剪掉，对，然后呢把它所有的布边给拉紧，然后固定，它就被包住了。我剪了一个小的飞机木粘住，就是做把手，是。可是因为我们的布跟下面的木头是没有粘的，如果我们只把这个粘在布上面，它就会有点啷啷，久了这个就很容易掉，所以我会在这个中间的部分，钉个两针，把它做个补墙，这样子做个补墙。然后我们在粘上这个的时候，胶我也做了。不同的选择，是我用的是这个三秒胶，三秒胶非常的快，可是因为如果你大面积用三秒胶，它的支撑力不够，所以我们小块的部分我们用三秒胶就 OK 就 OK 了，就直接把它点上来，好，赶快把它贴上去，一二三，没有那么快了，稍微等一下，好。这样子的话就 OK 了，嗯，然后这样就 OK 了，对，嗯，剩下来这个部分，那接下来这个固定要用什么？这个部分我也是用这个，透明的部分，透明胶，对，我们把它挤上来，你挤得很随意是 OK 的，因为对它等一下会压下去就。啥就喷开了。好，然后在边边的部分再用三秒胶。对，我们就做四个点。OK。对。哇塞，每个胶的特性还要稍微了解一下。稍微了解一下，也是要我要稍微让它等一下时间，就不比较会干。那老师，我看到它上面，我们这个柜子的上方我们也有涂胶，是不是？对，涂胶。它现在目前这个上方的胶好像已经干的差不多了。对，那我也是找了一个跟抽屉一样的布料。嗯，可以这样子做一个系列。对。OK， 然后我们这个把它贴上去。但你这是用什么当底啊？我这个其实这个布上面这一块我们就不一定要用飞机木，这是其实是软木片。哦，软木塞。对，之前教过的。就直接把它钉在上面就可以了。或者是我们用
纸片啊，或者厚纸板啊，都可以做替代。我们就把它放上去了，放上去，这就真的很像我们在外面买的柜子了，嗯，很有整体性。对，不过还没完，还有把手的部分。把手的部分我们也是一样，嗯，用比较厚一点的飞机，其实飞机木树脂就是像这样一包一包的，它很多种材质，就是大小可以选择。是，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你要做修饰的话，我是有找了一条缎带，就是买东西会送的缎带，然后用双面胶，嗯，把那个缎带给固定起來，对，把它粘上去就可以了。嗯，小地方我们一样用三秒胶，我们靠近中间的地方。盖上去，好就 ，OK 了，这样就 OK 了，对，这样就 OK 了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作品，叫做，双门收纳柜。